七十岁寡妇怀胎十年，终于产子。 没想到生下的却是一个穿越而来的废物。这个世界三千体质，他偏偏继承了最无用的荒古圣体。天降枷锁预示着男孩一生将无法修炼成仙。这废柴留开局，即便是他拥有前世的神智，也无可奈何。幸好爷爷是个厚道人，并没有抛弃他。想着就算是个废物，以君家在仙域的地位，让孩子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也不难。恭喜宿主获得签到系统，检测到签到点天地宫，是否立刻进行签到？特喵的，果然所有穿越的人都会有个系统金手指。索性就给这老头一个惊喜，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八星西游。 奖励大成荒古圣体一！一句话音刚落，只见天地震战异象频发，伴着一道道枷锁被震碎的声音传出。虚无中，一个个身影竟直接对着孩儿开始跪拜。圣体异象，万圣朝拜！我孙儿竟然打破了禁制，出现大地之姿。而就在爷爷为他起名君逍遥之时，因为君家在仙域内的仇家并不是为了保险起见，爷爷刚想将君逍遥的圣体波动封印住，不曾想这一举动竟直接将闭关修炼的十八辈祖宗从棺材里卸了 我君家后人何时做事需要遮掩？把话放出去，如果有人敢对逍遥不利，老朽不介意出山杀他个天翻地覆。霸气宣言之后，老祖更是宣布，日后君家所有资源都要向这个孩子倾斜，并破格赋予了君逍遥零号序列。听到这里，爷爷显然已经坐不住了。君氏一族有万人之多，这其中只有区区十个可以被老祖赋予序列的族人，拥有序列则代表着可以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而只有一人可以凌驾在这十个特殊存在之上，那就是历任家主独有的序列零号。 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宿主前往太岳古碑签到。然而，英军逍遥还是襁褓状态，所以这任务一等就是三年。这天，已经年满三岁的君逍遥正听着爷爷教诲，修行只有跨过了最初的肉身境五重、神藏境五重，才有资格步入真正的强者行列。可听着爷爷说，以自己的体质，要用两三年才可以跨过这门槛，君逍遥却不以为然，并表示自己好像随时都能突破。 随即在爷爷的授意下，他便立刻开始运功。不曾想境界的提升让他根本停不下来，直到正式步入神藏境，这才作罢。亲眼目睹孙子堪称妖孽的表现后，爷爷差点高兴的归西。兴奋之余，便提出要给君逍遥一个奖励，随便提。而逍遥的要求便是参观三年前系统给他的任务太岳古碑。与此同时，作为家族检测肉身强度的太岳古碑前正热闹非凡。原来是分家庶出的君玲珑要准备进行测试，一掌下去，波纹扩散，十五万金的数额便映入了众人的眼帘。 就当人们惊讶其天赋时，一道嘲笑声突然传出。君玲珑，你号称七窍玲珑心，将来必定成圣。比起上次测试，竟只涨了三万斤气力，丢不丢人？可因为蓝青雅乃是第十序列军仗剑的追随者，君玲珑也没想理会他，转身正要离开。听说你拒绝了仗剑公子的邀请。这时，面对始终不言一语的君玲珑，蓝青雅也怒。可就在二人即将爆发一战时，却被一个不知何时出现在俩人面前的小孩打了。恭喜宿主到达签到地太岳古碑，签到成功，获得六星奖励神像镇玉镜。 两个三十岁姐姐竟给一个三岁孩子当众下马，可初入职场的孩子却一脸懵逼。他到这里本来只想签到获得系统奖励，不曾想却恰巧打断了正在上演两个母老虎相争的好戏。小鬼，你谁啊？知不知道这是哪里就敢乱闯？这吵闹的声音顿时让孩童极为不爽。你问我是谁？天地公君逍遥有意见吗？此话一出，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甚至连刚刚还极为嚣张的蓝清雅都被按着脑袋。 跪下，向着君逍遥请安问罪。而直到这一刻，众人才算真正目睹了曾轰动君家的神子真容。可君逍遥显然不是来这里作威作福的，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太岳古碑签到，顺便测试一下肉身强度。只见君逍遥运行内力间，周身气压开始涌动，那极端恐怖的压强，甚至连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无法呼吸。随着他那精致小巧的小手向后力，利用刚刚系统加持的奖力，对着古碑就是一拳。 而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一拳，竟让存在千年的太岳古碑瞬间炸裂，焚毁殆尽。见此情形，内心震动最大的莫属逍遥爷爷本尊，因为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孙儿才刚刚突破神藏境，就立即触碰到了林海境的门槛，真不知道这孩子的上限到底在哪。随即看着因打破古碑自责的君逍遥，爷爷真是又气又爱，内心早就把珍宝太岳古碑的损坏抛到了脑后，只想着抓紧回去给孙子讲解步入林海境的法门。就要离开时，其中一个被逍遥认定母老虎的女孩突然拦住了爷孙俩去 而面对爷爷极强的威压，女孩虽然显得难以承受，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弟子君玲珑愿奉神子为主，请允许我成为神子的侍从。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在场所有人惊叹震动。因为就在不久前，身为第十序列的君仗剑曾对他亲自抛出橄榄枝，却遭到了拒绝。如今竟主动想上位，这不就是在打仗见公子的脸吗？这时，似乎看出了孙儿的不解，爷爷也开始为他解，因为君玲珑乃是分家之人，修炼资源少得可怜。 所以要想往上爬，就必须和主家攀上关系。而相比于已经追随军帐剑的蓝青雅，君逍遥明显对君玲珑的好感更甚。至此，这对比例极为不协调的主仆二人组便诞生了。而受了委屈的蓝青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所以在送别爷孙俩之后，他便紧忙来到了军帐剑闭关之所。那个叫君逍遥的小鬼打破了太岳古碑，成就万古极境，就连君玲珑也选择了追随他。话音刚落，只见一股迅猛气息瞬间飙升，下一秒，一道俊俏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绔少爷听闻侍女受欺负，本想替她主持公道，可听完过程后，竟直接带着侍女负荆请罪。只因他招惹的不是别人，正是君家嫡系子孙，被奉为奇才的神子君逍遥。而此刻君逍遥正接受着爷爷的审问，没看出来你小子年纪不大，还挺会撩妹啊。有了小姐姐就不要爷爷了。见此情形，逍遥紧忙开始用上那百试不爽的撒娇攻势，不料却罕见的被爷爷一把推开。我问你，刚刚攻击太岳古碑的招式，你是在哪里学到的？ 而君逍遥自然不能告诉爷爷自己是通过系统金手指奖励获取的，所以只能谎称是偶然获得的机缘。由于君逍遥今年才三岁，故此爷爷根本没想到他会撒谎。此事作罢，爷爷还通知了逍遥，在他十岁时，君家会为他办一场生日宴。到那时，不管是仙域，还有众多世家大族都会来临捧场，并且当天君家会宣布君逍遥零号序列的身份，属于你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恭喜宿主，已触发新的签到地点。 请在十岁宴上完成签到。这特喵的系统是真牛逼，一杆子整到了七年后，我还怎么靠签到修炼了、啊？这时，君玲珑突然出现在其身后，表示君帐见公子正在外求见。这下也让专心研究系统的逍遥吓了一跳。 然而面对君玲珑是你让我把这里当家的理由，君逍遥却显得无言以对，所以只能告诫他以后记得敲门，顺便问了下君仗剑是谁。他是蓝清雅追随的公子，与您同族，算是您的族兄。那么请问蓝清雅又是哪位？她就是刚刚被你教训的那个女孩。听到这里，君逍遥本以为来者不善，却没想到出门准备迎战时，发现君仗剑竟把蓝清雅绑了起来，要负荆请罪。可穿越而来的君逍遥思想早已远超三岁小孩，所以马上便看出了他不是来告罪，分明是来给自己下马威的。族兄，你是打算一直让他跪在那里？ 面对君逍遥的提问，军仗剑本想告知只要获得神子的谅解就会放了南青雅，不料君逍遥竟直接选择戳破窗户纸。我这人有个特点，从不记格夜仇，别人惹我我都会当场打回去，所以你也不用打着向我赔罪的幌子来满足你那特殊的癖好。此话一出，顿时气得军仗剑牙齿痒痒。既然这样，那就没必要留着这蠢货。话音刚落，只见在其手中瞬间射出一股凌厉气息，而他的目标竟然直指蓝青雅的面部。 紧接着，伴随一道爆炸声传出，待到烟雾散去，所幸君玲珑及时出手，这才救了蓝清雅一命。看到了吧，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仗剑公子。这时还想出手的君仗剑突然被逍遥出言制止：“族兄真是好大的火气啊，在天地宫直接动手，族兄是在挑衅我吗？”此话一出，顿时让君仗剑冷汗直流。误会误会，族弟贵为君家神子，我又岂敢冒犯？然而还没等他的话说完。 君逍遥便瞬间将桌子掀了起来，右腿蓄力间，直接对着军帐剑就是一脚。这突然的暴怒令军帐剑也懵逼了，但让他更为震惊的是军，军逍遥的力量竟如此恐怖如斯。族兄，我没骗你吧？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就会当场打回去。今天天气不错，不如咱俩就在此切磋切磋。而面对如此嚣张的态度，想来就算是忍者神龟，此刻也忍不了。随即，只见军帐剑直接拿出了一块名为天元至尊的令牌作为赌。 表示如果输了他归你，如果赢了族弟只需要道歉即可。这时听着君玲珑的传音，君逍遥才得知，传说此令牌乃是可以开启上古大脑秘藏的东西。随后君逍遥竟突然邪笑起来，族兄大气，逍遥在此谢过了。这特喵的能是个三岁小孩发出的声音吗？堂堂一个家族公认的天才少年，竟被一个三岁小孩处处压制，但在场的所有人却没感到意外，只因那三岁小孩正是家族嫡系中的嫡系。 出生就惊动祖先，破格列为下任君家家主的神子君逍遥，此刻与其对战的君仗剑也明白必须全力以赴，所以仅是第一招便用上了绝学紫黄剑诀。不曾想君逍遥只是随手一挥，剑与手分离，剑君仗剑自以为最强的一击竟如此便被轻易化解。怎么说呢？总感觉族兄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弱呢。话音刚落，伴着君逍遥轻描淡写的一脚，下一秒身体与墙壁碰撞产生的爆炸声便瞬间扩散开，烟雾消散间，一颗大门牙突然出现在众人眼中。 而他的主人正是刚刚还极为嚣张，现在却被一脚叫做人的君家帝室序列军仗剑本尊作为赌注的元天至尊令君逍遥自然也没客气，谢谢族兄的慷慨解囊，这战利品我就收下了呀。检测到关键道具，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天元至尊秘藏完成签到。没想到随便比个试还有意外收获。这时一旁的君玲珑还在一边为蓝清雅包扎伤口，一边安慰他：“你整天挂在嘴边的仗剑公子却是你如草芥，良禽择木而栖，劝你不要再被他骗了。” 然而，刚刚遭受到主人抛弃又差点没命的蓝青雅，显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我不需要你的怜悯，你们三个姓君的，我将来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说完，便流着泪转身离开了现场。我说：“姐妹，你可真会说话呀，怪不得人家讨厌你。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那你以后在外面因为嘴欠被人打了，可别来找我。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君玲珑开始自我怀疑：我有那么差吗？画面一转，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七年后，而今年正是君家为君逍遥举办十岁生日宴的年头。此刻大街小巷正洋溢着欢声笑语，这就是君家神岛吗？好热闹啊！如果再能遇到可爱的小伙伴就更好了。 臣子十岁寿宴，万宗朝奉。可主角竟在当天跑了，只留下了一行字：闭关太无聊了，我出去玩了。三年来，君家为了能让君逍遥获得更好的提升，以至于他闭关修炼，每天的食物全都是灵丹妙药。此刻他虽然只是吃了一口普通的苹果，但相比于那些苦了吧唧的丹药，苹果的美味简直让他流连忘返。回味间才发现，旁边竟多出个人来。 话说你怎么在这里？我是奉家主之命前来捉拿某位俏官的神子回宫的。这肯定的回答顿时惹得君逍遥尴尬一笑，随即在略显做作的转头间，下一秒直接施展全力向着远处逃去。而就在主仆二人你追我赶时，一道求救声突然让君逍遥停下了脚步，定睛一看，原来是位漂亮小姑娘正在发难。明明是你先弄伤小灰灰的，你嚎叫什么？ 这时，随着看热闹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老翁本想着用钱补偿来息事宁人，却没想到此话一出，更是惹得小女孩火冒三丈。你们竟把我当成了讹人的三教九流！他弄断了小灰灰的一条腿，我也打断他一条就够了。此时目睹事情全部经过的君逍遥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敢在我君家的领土上撒野，胆子够肥啊！随即，只见逍遥突然拿出了一颗吃剩的果核，根本没犹豫，直接对着小女孩扔去。但小女孩显然也不是吃素谁竟敢偷袭本小姐？ 可虽然女孩挡住了攻击，但手里刚被截获的暗器湿漉漉的触感让她不禁感到一阵恶心。哪里来的丑八怪敢管本小姐的闲事？你知道我是谁吗？然而面对女孩的质问，君逍遥却根本没放在心上，而且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女孩真丑。”如此无理的回答也彻底让女孩爆发了小宇宙，蓄力间一个箭步便已到达君逍遥的身旁，但他发出的羞怒一击却也被君逍遥低头轻松躲过。而通过攻击的力道，君逍遥也明白了女孩并没有动用全力，应该没想伤她，只是想出口气。别逃啊，丑八怪！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你都抓不到我，还和我打什么呀？可看着面前这一对欢喜冤家，站在高处的君玲珑却没办法欢喜起来，因为他看到了女孩胸前的标志，明显是青州江家独有。如果再让俩人持续的闹下去，一旦出事了，对两家都不好。但内心中看戏的分量却还是压过了理智，索性就不管了，看看二位绝世神童到底孰强孰弱吧。小女孩大白天追个人，追了十公里，没想到男孩只想逗她玩，所以在失去耐心后，仅是一个照面。 男孩便彻底消失在了女孩的视野中。此时，君家天地宫内君逍遥十岁宴正在进行中。首先步入会场的便是青州江家，那丰厚的礼品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此次江家派遣之人乃是身怀先天道胎的神女江圣依，以及江家的掌上明珠，拥有元灵道体的江洛璃。而看着一直嘟嘴不开心的江洛璃，众人本以为是因为他与君逍遥的娃娃亲造成的，直到姐姐江圣依说话，这才恍然大悟，碰到钉子了吧？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跑！<laughs> 要是让我逮到那丑八怪，我非得削他一顿不可。 这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姐妹俩的对话。洛离，好久不见，近日可好？抱歉，您是哪位？在下荒古叶家叶星云。之前在落月秘境，我们话到一半，没想到江洛离只留下再见，直接选择忽略，向前走去。然而就在姐姐出言责怪洛离没有礼貌时，叶星云竟然不怒反笑。洛离就连黑脸都如此可爱，我该如何自拔呀？画面一转，大厅瞬间肃静。诸位千里迢迢来参加我孙儿的十岁宴，老夫在此谢过。话音刚落，逍遥爷爷明显察觉到了几道不友善的目光。君家第十序列君仗剑。 第七序列君雪皇，第五序列君万劫，以及目光一直停留在某处的叶家叶星云和天然萌妹江家江洛离。这时，就在众人起哄要一睹宴会主角君家神子君逍遥时，爷爷尴尬的本想出言解释，随着房顶被突然炸穿，一道嘻哈声便传入了众人的耳中。在下君逍遥，感谢各位光临我的十岁宴，我这装逼的方式，大家可否接受啊？ 百岁老头为孙子举办十岁生日宴，竟把一个十一岁女孩作为礼物送给孙子当未婚妻，但爷爷却想不到两人已经有过一面之缘。其实，在君逍遥出来后，江洛离便已有所察觉，因为除了脸以外，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身高，都和那人几乎一模一样。而作为主角的君逍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所以在面对江洛离大庭广众的询问身份，不想宴会被搞砸，他也只能选择否认，并且为了掩饰，还给自己加了一段戏。而看着君逍遥英俊的面孔。 一时间，江洛离竟也相信了他的话，同时还露出一副花痴嘴脸。见此情形，爷爷惊讶之余，突然对着君逍遥屁股就是一掌：“你小子可以啊！还没等我介绍，你就勾搭上了。” 这就是江家的掌上明珠洛璃姑娘，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娃娃亲本尊你的未婚妻是也。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两人同时惊叫出声。此刻君逍遥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都贵为神子，却还逃不过被包办婚姻的下场。紧接着他便突发奇想，如果能想办法让女孩讨厌自己，就可以悔婚了。这时只见江洛璃玉手伸进了袖子中，下一秒竟拿出了一颗灵丹，交到君逍遥手里。这是不老泉之水炼制的灵丹，快吃吧！答应我，保持现在这张脸不要长大，不然就不可爱了。 这一席恋爱脑的话，不禁让君逍遥感到一阵尴尬，随即更是下了决心，定要把这桩婚事推掉。而在人群中搜索了一下后，目光很快便锁定在了君玲珑身上，小手轻抬间便开始了手语传音：“你赶紧跳出来，就说我们已经私定终生，事成之后价格随你开。”然而，即便是君玲珑惊讶，平时一毛不拔的神子竟然出了高价，但他还是选择了果断拒绝：“我还想活着离开这里，那你别闹。”而就在君逍遥懊恼间，大厅内的众人已经开始为两人庆贺。 就在这时，随着一道拍桌子声出现，救星来了。我不同意这门亲事，这特喵的简直就是天籁之音。男孩为追女孩大闹订婚宴，不料准新郎却乐在其中，因为新郎官也不想被包办婚姻，所以面对男孩的挑战，准新郎恨不得马上落败才好。随后，君家神子和叶家少爷的对战很快便被传开，唯独一人泰然自若，旁若无人。 听说你此次特意出关，就是为了来参加神子的十岁宴。毕竟是三岁就将你击败的人，我也是很好奇的。这嘲讽的回答顿时惹得军帐见面色一黑。但相比于军雪皇，他更在意的还是眼前这位，因为他完全没搞懂这个武学怪痴为什么也会到此。画面一转，在宴会楼外的操场上，还没等裁判宣布完比试规则，挑战者叶星云便已摆好架势。听到开始的一刹那，身形如弦一般便射了出去。 速度之快让君逍遥也为之一惊，就连一旁观战的众人都在夸赞叶家的星辰王体果然名不虚传。但不曾想君逍遥竟然选择正面硬刚，并且仅是一击便巧妙化解了叶星云左手的攻势，而后伴着叶星云右拳再次袭又是向身旁一闪便躲开了攻击。随后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攻守转换，双方这才彼此作罢分散而开。而此刻最为震惊的莫属于叶星云本人。 因为他知道，在外人看来，君逍遥一直处于下风，被迫躲避攻击；但实际上，则是自己根本碰不到君逍遥。可心爱之人就在身旁观战，怎能就此作罢？紧接着，他便咬了咬牙，刹那间，伴随着一缕缕蓝色气焰自体内升腾而出，一道古老印记在额头上缓慢浮现。下一秒，“星辰真身”四个字便被叶星云吼了出来。这绚丽的一幕不禁让君逍遥感叹：爱情的力量还真是伟大。可叶星云的攻击却根本没打算给他时间畅想，在巨大的撕扯力下，君逍遥这才后知后觉：卧槽，好像玩大了。 男孩为了争夺配偶权，对情敌使出致命一击，炽热的火焰几乎将敌人全部笼罩。可情敌却不慌不忙，还露出诡异笑容，只因这一切都早已在他的掌握之中。而自君逍遥体内散发出的金色灵气，不禁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但因为荒古圣体从上古时期就已变成鸡肋，以至于大家都误认为君逍遥能做到如此已经是穷途末路。果不其然，在双方正面对轰间，伴随着咔嚓一声闷响，最终结果还是以君逍遥不敌叶星云惨败告终。眼看着君逍遥从高空坠落。 但作为施术者本人的叶星云，此刻却一脸问号。就连裁判看到君逍遥口吐鲜血的凄惨模样，都忍不住吐槽他不至于对一个十岁小孩下如此狠手。然而此时，可能只有叶星云知道自己有多么冤。因为就在刚刚，双方对轰间，君逍遥竟然还有时间对着他抛媚眼。而就在他感到不解时，没想到君逍遥竟突然收力，因此才造成了被击败的假象。最气人的是，此刻君逍遥还在演，请不要责怪叶公子。 他实力超群，我真的甘拜下风。逍遥资质愚钝，不敢耽误江小姐前程，所以这婚约还是解除了吧。此话一出，有心之人立刻便猜出了用意。可女主角江洛离却不想如他所愿。没关系，逍遥哥哥，就算荒古圣体是鸡肋，我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就在这时，一道嘲讽声突然自不远处传来。这就是所谓的上古最强体质，连小小萤火虫都打不过，也配号称人族圣体？这来历不明的几人顿时惹得君逍遥为之一愣，但爷爷却认出了他们乃是太古龙族之人。 这时，只见蓝清雅突然被一把抓住，直接对着地面大力砸去。本大爷可是听你说有突破枷锁的荒古圣体才屈尊到此。既然情报是假的，你也可以去死。这个女孩到底有多贱？背叛家族、泄露机密，只为找到帮手，血洗族门。不料帮手到场后就翻脸不认人，就要将她斩杀时，还多亏家族出手救回一命。不曾想帮手仅是三言两语，女孩竟又立马当了舔狗，甘心成了帮手的女人。 而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三个月前。此时，身为君家敌对势力的祖龙朝正一片祥和之气。恭喜龙子大人成功融合龙元。而面对恭为主角龙昊天却不以为然，表示他大哥早已融合三枚龙元，自己迟早有一天定要超过他。这时，一道嘲讽声突然打断了众人的聊天。只是融合了一枚龙元就沾沾自喜，殊不知隔壁君家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真是可笑。话音刚落，女孩便被抓来扔在了地上。而来人正是因记恨族人叛离君家的蓝清雅。 看着龙浩天那张兴奋嫉妒的脸，蓝清雅庆幸他还真是找对了人。画面回到君家天地宫大殿前，看着那张极度嚣张的脸，君逍遥显然也不愿再扮猪吃虎。我说哥们，在我们老君家的地盘打我们弟子，你几个意思啊？而此刻最难受的莫过于蓝清雅的前任主人君仗剑，这叛徒大闹神子宴会，要是追究起来，恐怕我这个地势序列身份都要稳不住。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根本没想那么多。 吩咐完君玲珑将蓝清雅带走后，便主动提起当年老爹君无回首撕龙族至尊，将其扒皮抽筋后，龙族就是我们老君家为死敌。但你想报仇找我来就行。欺负女人实在是恶心至极，怪不得这么多年你都站不起来，被人看不起。这时，伴随着“放肆”两个字从上空传出，龙昊天手下两名仆从眨眼间便来到了君逍遥身前，然而根本没用君逍遥动手。 身后两道灵力气息爆发间，便直接将二人轰退倒飞而出。这里是君家，还轮不到你们这群乡巴佬在此撒野！一族强者吹响进攻的号角，君家序列摧枯拉朽给予致命一击。同样是年轻一辈天才，差距竟如此之大，我君家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衅的？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众人惊叹出声。这出手的还只是君家第十序列和第七序列而已。 荒古世家的底蕴在此刻显然已被展现的淋漓尽致，而看着手下居然被轻易的击败，祖龙朝龙子在愤怒的边缘徘徊间，手掌突然略微的抬起，伴着第十序列军帐剑，瞳孔瞬间放大，一股凌厉气势眨眼间便轰击在了他的身上。可即便是军帐剑认出了此招乃是龙族大神通劫龙手，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于巨大，结果也只能是被一击轰退。而看着龙昊天竟然想赶尽杀绝。 第七序列君雪皇本想出手制止，不料龙昊天却直接把怒火转移到了他身上，速度之快让君雪皇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这时，暗中一只小脚蓄力间，突然瞬身来到君雪皇身前，挡住了这致命一击。并且令龙昊天更为惊讶的是，那道教小身影仅用了一只手便做到，只因他不是别人，正是君家零号序列天地宫神子君逍遥。只见逍遥先是看了龙昊天一眼。 紧接着，手掌瞬间发力，下一秒便在龙昊天的震惊中，直接一拳正面将其轰得倒飞而出。可应接了攻击的他却不怒反笑，有点意思，这才是突破枷锁的荒古圣体。族兄族姐，你们先退下，这小哥是来找我的。话音刚落，俩人本想出言劝说，不曾想这里的动静竟然惊动了你。今日本就是这小子的十岁宴，就让他亲自为四方豪族助助兴。 随即，场面先是出现了短暂的风平浪静，而后伴随着两道细微风声传出，对轰产生的爆炸声瞬间传遍了整座天地宫。紧接着，看到双方你来我往的迅猛攻势，叶星云不禁怀疑到：刚刚和他对战的君逍遥，真是他本人吗？少爷，不要眨眼，好好看着。真正在时代顶端争斗的，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而是怪物。而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怪物。 一代天骄上演怪物对抗，强悍斗气化为利剑撕裂天空，战斗余波让在场所有人无一幸免，却在某一时刻烟消云散。原因就是眼前这个湛蓝屏障，原来是爷爷怕两人战斗殃及无辜，特地施展法术形成保护罩，一方面保护了观众，另外也让鄙视之人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战斗。待到烟雾散去，只见两个娇小身影便映入了眼帘。你好像很高兴，你不是来找我报仇的吗？上一辈的恩怨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高兴的理由很简单，好不容易和突破天道枷锁的人族圣体打一架，怎能不叫人兴奋呢、啊？ 话音刚落，只见龙浩天周身突然光芒闪烁，气息外放间，竟隐约有着数道龙笑声。接我这一招可好？真龙困天术。而看着对手全力以赴的模样，君逍遥竟也罕见的开始小认真起来，双手结印，伴着古老咒语从君逍遥口中传出。刹那间，就连爷爷也瞪大了双眼，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阴阳，以一阳成一统万物之形，以太玄玉器凝结为刃，化作神兵。这时看着无数道金色光剑凝聚而成，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此招乃是君家秘法兵法诀。 而就是这愣神的一瞬间，位于战场中央，两人已然带着各自绝学开始正面对冲。只见无数道金色光芒见缝插针涌入到神龙体内，下一秒伴着几声脆响，龙浩天的全力一击就这样被化为乌有。而且龙浩天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击破神龙的兵法绝在君逍遥的控制下，犹如一支利剑一样，眨眼间便洞穿了龙浩天的防御，将其瞬间吞没。片刻后，待到烟雾逐渐退散，龙浩天就这样被摧枯拉朽正面击溃。但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还有着一道阴暗目光不断闪烁。可显然君逍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只见他先是转了个身，挥舞起手中的拳头后，后下一秒竟直接得意地对着君家众人指去，那态度很明显，意思就是快夸我，快夸我！你这臭小子可不要得意忘形！然而爷爷话还没说完，瞳孔瞬间怒睁，目光所致，那已经宣告失败的龙昊天竟突然来到君逍遥身后，搞起了偷袭。听闻动静的君逍遥刚把头转回去，一片血雾便在这寂静的空中瞬间飘散。他是一代龙族圣子，受万人敬仰，如今却被一个小屁孩一招击败。 往日的荣誉感让他忍不住，竟选择搞起了偷袭。怎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面对致命一击，君逍遥不仅毫发未损，惊险躲而且这偷袭的举动也激起了逍遥的杀心。你特喵的到底在搞什么？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对着龙昊天就是凌空一脚。可让他惊讶的是，即便这一击命中了龙昊天的头部，他竟然分毫未动。紧接着，伴随龙昊天胸口处突然光芒闪烁，下一秒气息暴涨间，竟然突破了境界，实力踏入神桥境。这时虽然君逍遥一脸问号，但不乏一些有眼力的人瞧出了端倪。这龙子强行催动。 龙源突破神桥境，恐怕只会让他根基不稳，有害无益啊！可此时的龙浩天已经像变了个人一样，在释放气息停止的一刹那，便没有丝毫犹豫，径直的向着君逍遥冲去。这时，君逍遥也看出了不对劲，随即在躲过龙浩天的横冲直撞后，他果然发现了问题所在。只见龙浩天周身已被数道灵力丝线层层缠绕，很明显，定是有人在暗中操控着他，而且那人的位置应当就在天上。紧接着，一股灵力气息在其手中凝聚成闪电墙，成型的瞬间便直接对着天空甩去。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曾经所向披靡的这招，在到达目标前方的一刹那，竟直接被强行捏碎，化为乌有。并且让他更为头痛的是，此刻失去意识的龙昊天就像个疯子一样，只会追着君逍遥横冲直撞。喂，你醒醒啊！被人当成傀儡操控算什么？祖龙朝龙子。而见到语言刺激并没有什么卵用，君逍遥甚至想出了以头碰头的方式，希望可以把龙昊天撞醒。然而这一撞不要紧，竟把系统给撞了出来。 已触发签到地点十岁宴，宿主是否签到？他喵的，这狗屁系统再不出来，我都以为他嗝屁了。这时，伴着君逍遥选择按下签到按钮，一道名为至尊骨的奖励页面便蹦了出来。至尊骨顾名思义就是至尊的骨头所化，持有者能够越阶使用至尊级大神通，解锁至尊级大神通上苍劫光。而随着系统提示音消散，君逍遥周身便突然散发出耀眼光芒。我操，这难道是至尊骨？这君家真的个个是妖孽，太可怕了！这小子什么时候拥有一块至尊骨？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理会众人的惊讶，只是想到君玲珑曾对他说：“所谓至尊，就是那些站在荒古仙域巅峰、不朽不灭的存在。”想到此处，他便若有所思的突然抬起了目光的尽头，一条远古巨龙若隐若现的出现在其眼中。原来你就是龙族的至尊呢、啊？想杀我却拉不下脸面亲自动手，于是就把小辈当玩物。早就听闻我家老爹曾手撕龙族至尊，今日我君逍遥就要子承父业，在此灭了你这藏头露尾的大泥鳅！ 而伴随着君逍遥向天一指，那一缕神光竟然直接将神龙全部笼罩其中，以至于下面的众人甚至都听到了光芒燃烧龙鳞的声响。而后更是在一片惊讶声中，一代祖龙朝巅峰高手幽龙至尊的身形竟然真的被君逍遥给逼了出来。可此刻的他却并未理会众人的追捧，只是看向了天空。胆小鬼，总算是出来了！斩祖龙朝龙子！ 硬扛幽龙者至尊，君家神子君逍遥，超越十大高手的零号序列就在今天正式登场。就在刚刚，龙族至尊在高空被逼现身，本想息事宁人，不料换来的却是轻蔑一笑。先来君家挑事，而后又用下三滥手段针对我，现在轻飘飘的说几句话就想走，你好大的脸面啊！紧接着，面对幽龙至尊略显高傲的询问，你想怎样？ 只见君逍遥手中瞬间光芒闪烁，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今日我要子承父业，在此屠了你这条幽龙。这轻蔑的言语顿时让幽龙至尊瞳孔怒睁。下一秒，伴随着至尊强者的气息瞬间爆发，一些实力较弱的人便已扛不住威压蹲伏在地，而反观威压作用的直接对象却坚挺如初。那波澜不惊的目光，甚至让在场所有人不禁产生怀疑，他真的只有十岁？就连幽龙至尊也暗自叹息，这小子竟能凭借真灵境的实力承受住荣耀。这时，只见君家第五序列君万杰脚步轻盈，手中雷光闪烁，就要出手。 不料却被身后的爷爷拍了拍肩膀，摇了摇头，意思很明显，此事还轮不到他动手，因为爷爷已经感受到了自君家后山迸发而出的恐怖威压，并且那声音是令在场所有君家子弟都熟悉不过的。而作为主角的幽龙至尊同样也嗅到了危险气息，然而当他见到能量光束的一刹那，已经晚了。 那犹如利刃一般的能量链条，眨眼间便正面轰中了幽龙至尊，伴着璀璨雷光在其周身不断闪烁。只见幽龙至尊的一条手臂已被人身分离，落在了广场上。这雷霆一击直接令在场所有人都懵逼了，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实力可以如此轻易的砍断一个至尊的手。可君逍遥却没想那么多，只是若有所思的把头转向了十八祖大。 此时，君家十八祖正单手掐着龙昊天，淡定的面向天空，表示你本可带着这小鬼安然离开，但你却选择了在君家出手。君十八，你给我住手！你敢杀他，何止是他，你也一样。而眼看着老祖已经起了杀心，君逍遥本想出言制止，但还是晚了一步。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他便愣在了原地。而眼看着龙族龙子被杀，幽龙至尊也冲昏了头脑，一边向着老祖冲去，一边怒喝：“你这疯子是想掀起祖龙朝和君家的不朽战吗？”可老祖却对他的威胁视而不见，大手一挥间，竟然直接将一代幽龙至尊真身拦腰砍。 片刻后，大地上便只留下了处处残躯，而更让大家吃惊的还在后面。老祖竟吩咐了爷爷去把这条黑龙烤了，用来招待来宾。而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了此次宴会的宗旨：我君家有十大序列，个个都是绝世天骄。但在这十大序列之上，还有一个位置，那便是未来的君家家主，被赋予零号序列的神子君逍遥。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理会众人的惊讶，只是盯着老祖在看，而老祖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便将手中的龙昊天扔在了他面前，表示这小子体内还有没炼化的龙元，你且将其取出自行吸收，对你大有裨益。宴会结束后再来见我。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可真要轮到吃的时候，却都下不去嘴。 更何况吃的还是一代龙族准至尊强者的肉。此刻君家正用刚刚击杀的幽龙至尊之血肉招待来宾，但身为君家第七序列的君万杰却没把心思放在这上。面。然而当他找到族长时，还没等说话便被噎了回去。你想问君逍遥是否参与过序列争夺吗？我可以明确的回答你，没有。他的零号序列是在他刚出生时由老祖亲自指定，这或许对你们来说不公平，所以老祖才允许你们随时可以向逍遥发起序列争夺战，他绝不会插手。而听完叙述的君万杰先是思考了一下，随即便佯装有事离开了宴会大。 此举也颇为被族长欣赏，想来如果他现在在宴会上对逍遥发起挑战，那君家的脸可就丢大了。这时，只见族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便询问手下逍遥现在。而在听闻逍遥准备去炼化龙元，并且要一举从真灵境突破至神桥境时，深知跨境突破的危险，族长便立即下令马上找到君逍遥，让他立刻停止那疯狂行为。画面一转，在君家深处的高楼上，君逍遥默默的将龙浩天的骨灰交给了君灵珑，烧了，在这里找个地方帮我给他埋。您似乎对此事很不高兴吗？ 在你看来，我确实应该高兴，打败对立家族的后起之秀，硬抗了比自己高七八个境界的至尊威压，给家族长了脸。这个世界的人命还真是贱了。然而听到这里，君玲珑本想着安慰逍遥，还在表示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他敢来这里挑事，就要有牺牲的准备神。神又何必介怀？可在听到君逍遥默念那这样又和野兽有什么区别后，君玲珑却微微笑了起来。您思考问题的方式简直就不像这个世界。但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则不满，那就只能成为至尊上的至尊，天下唯一的大人。只有这样，您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突然笑出了声，心中默念：不论是重生还是系统，既然得到了这一切，终归是有理由。天上地下三千世界，为大地方可逍遥。这时，伴着一股隐晦气息从君逍遥体内扩散，一时间竟让君玲珑的瞳孔瞬间放大，因为他的脑海中看到了自己不敢想象的，那便是长大后君逍遥正接受着万人敬仰跪拜，天地之名响彻整个寰宇。而伴着一丝丝刺痛刺激着君玲珑返回现实，他便明白了，这乃是自己的七窍玲珑心窥见的未来场景。 也就是说，神子他未来真的可能会成为主宰。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想那么多。只见他找到了一片空地，手中龙元闪现而出。荒古圣体每突破一个大境界，就会引发雷击，你先离开，免得被波及。记得给我找一件新衣服。话音刚落，只见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而伴随着龙元在逍遥手中被缓慢打开吸收，远处的众人便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就连刚赶到此地的族长也只能瞪大双眼，因为此刻雷劫已经将军逍遥的娇小身躯全部笼罩其中。擎天硬汉，急速闪电，傲视苍穹，唯我君家神子，无十岁尚可触碰天道，十万雷劫助我不朽圣躯。强烈的能量波动瞬间扩散，而眼尖之人看着那金色灵气，便已认出定是君家神子在渡荒古圣体之劫。这时，只见渡劫完毕的君逍遥缓慢抬头间，露出的真容竟褪去了往日的幼稚，变得更加坚韧。 望着面前那雷劫的余威，似乎还不愿退缩，君逍遥手掌缓慢展开抬起，下一秒竟然一掌拍碎了劫云。这震撼一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来，纷纷感慨这大争之势，怕是要变成君家神子一个人的舞台了。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有这么乐观，因为雷劫之力和龙元里的能量大部分都被至尊骨吸收，以至于他的实力目前距离神桥境还是差了一点。 眼下要想快速获得进阶，只能寻求天才地宝来滋养至尊。随即看着正好赶来的君玲珑，便通知他宴会结束，自己要离开天地宫去周游历练，立刻去找找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说完便转身向着老祖住所走去。 与此同时，在祖龙巢内，无上至尊正对着虚无愤怒咆哮：“真当我祖龙巢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这时，只见身旁之人发出无奈之音：“君十八是君家出了名的疯子，要找他报仇太难了。”但同时又有人提议：“既然他敢诛杀我们祖龙巢龙子和龙族至尊，我们又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列呢？想来那君家神子也快到了出门历练的年纪，待我们龙傲天闭关出山的那一天，定能横扫仙域年轻一代。到那时，杀一个君家神子，还不是随手可为吗？” 画面一转，君家神子十岁宴结束之际，刚坐上飞行器离开叶少爷，便被管家询问此行收获如何。君家神子身怀荒古圣体以及至尊骨两种超绝体质，修为更是远胜于我，而他却没有因此倨傲，甚至对我以礼相待。我可真是个废物啊！这时管家看着略显颓废的少爷，还以为他到心被崩坏，直到听着他接下来的叙述，这才放心下来。我没有资格成为他地路上的绊脚石，但有些东西总得靠自己去争取。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谁又能预料到最后到底谁输谁赢呢？ 不隔辈亲是天生的，那么如果隔了十八辈亲，又会是一种什么体验？正如君家第十八辈老祖一样，看着吸收完龙元、身体发生蜕变的孙子，是越看越爱。随即便突发奇想，询问君逍遥：如果多年后你成为了天帝，该当如何？如果我成了天帝，定当镇压敌人，维护世界和平。但如此循规蹈矩，每个天帝都尚且如此，是不是太无聊？了？这时看着老祖略显疑惑的目光，一阵虎狼之词直接从君逍遥的口中标出：我为天帝，必将开创一个震古烁今、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新时代，一个有手机有网。 凡人亦可触摸星辰，尽情享受在宇宙中自由飞翔的快乐。说到前面还好，后面莫须有的话直接给老祖听懵逼了。但已经知道孙子有远大抱负，索性也没想那么多。来到君逍遥身边，便询问他可想学习陆仙剑诀。 就是您一剑斩杀幽龙至尊的剑诀吗？剑乃百兵之君，荒古仙域的剑诀浩如烟海，而位列其巅峰的，则被世人称作五大神诀。我君家的陆仙剑诀正是其中之一。可因为他威力强横，想要学会也是难上加难，以至于如此，这陆仙剑诀才不对普通族人开放，免得他们浪费几十年的光阴。如今你即将出门闯荡天下，这剑诀就当是我赠予你的底牌。 话音刚落，就当君逍遥兴奋的紧忙对老祖行礼时，又被老祖一盆冷水浇了过来。虽然答应了你学完第一式就可以出门闯荡，但你要记得从今往后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老头子，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再出手帮你了。画面来到数日后的君家仓库外，此刻下人们正对着仓库内的人连连称赞，不愧是神子身边的侍女，我们大半年的工作量，玲珑小姐几天就干完了，真是厉害。然而此时在里面的君玲珑却没时间理会外面的追捧声，因为在整理清单时，她发现了一则书信。玲珑无有静气。 家父重疾在身，无力参加君家神子的十岁宴。君家贵为荒古无上世家，恳请赐不死之药一株，以救我国之君亿万黎民。朱雀国愿以国相报。看到这里，君玲珑便想起了儿时的那道歉意。很明显，这书信根本不是写给神子的，而是给他。就在这时，一阵无形威压突然将君家全部笼罩，随即转头查看间，目光所至，威压来源正是神子君逍遥闭,闭关的地方。 仙剑诀现世，引来无数强者围观。族长本以为是老祖出山，可明眼人却看出了这套剑诀招式还尚不成熟，定是内仅用了三个月就将陆仙剑诀学会的妖孽制造出。此刻，在君家祖地内，君家第十八代老祖正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在看。只见烟雾散去，一道话语便传入耳中：“老祖。” 我这是仙云，可算何格这戏谑的一幕不禁让老祖突然发出哈哈大笑。老夫当年参悟这是仙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没想到你小子哈,哈哈哈！紧接着直接怒拍胸膛，欣赏宠溺的看着祖孙君逍遥，大声发出豪言壮语：“去吧，是时候去创造属于你的时代了。”画面一转，君逍遥便已离开了君家祖地，闭关三个月，吸收着空气中自由的味道。 让他情不自禁的想起自己闭关前托付小林子找的地方，不知道找到没有。而当他刚想去找爷爷辞行，却发现爷爷已经来到了他身边，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爷爷直接还了他一个白眼。别看了，你这臭小子，搞出这么大动静，我身为君家族长，能不来看看吗？之后在听说君逍遥已经学会了陆仙剑诀第一式，发出感慨的同时，也很疑惑，你这臭小子从小在我身边长大，我怎么没发现你身上还藏有一块至尊骨呢？而听着爷爷的问题，君逍遥自然不能承认自己有签到系统的事。 所以便敷衍爷爷，你这个大孙子可是个宝藏男孩，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话音刚落，爷爷也没想听他的贫嘴，忽然正经起来，表示你身上因为有两种顶级体质，所以修炼也要付出双倍精力。特别是荒古圣体在你出生时出现万圣朝拜后，其中还隐藏着尚未觉醒的意象，需要你自己领悟开启。但我却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加快领悟第二种圣体意象。 这时看着突然卖起关子的爷爷，君逍遥便紧忙对爷爷发起了曾经百试不爽的撒娇攻势，逗得爷爷直接将他推到了一旁，询问逍遥，你可曾听说过盘武神朝？那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顶尖势力，虽然他的开创者乃是盘武大帝，但我君家同样也出过七天大帝。 而这个盘武大帝身上就存在荒古圣体，传闻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有一座盘武林可能和他有关，但那秘境似乎是不对外开放。不过如果你非要进去，爷爷为了你的前路强闯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这戏谑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发出感叹：老君家这股霸道劲儿还真是一脉相传啊！随即便承诺爷爷不用担心，等出去历练有机会一定会去盘武神朝一探究竟。可就在爷孙俩结束对话没多久，系统的声音便传了出来。可悲催的是，系统显示的签到地点天元至尊秘藏和盘武 都是君逍遥一时半会去不上的地方。这时，随着逍遥眼神突然放倒，目光所至，只见一个窈窕身姿正立于竹亭内，安静发呆。哟，你该不会是在等我吧？ 我是您的侍从，理应在此等候。而君玲珑如此恭维的回话，听得君逍遥也是浑身发颤，表示你可别这样，我瘆得慌。有事你就直接说。这时，只见君玲珑递过来一套竹简之后，竟突然对着君逍遥跪了下去。而逍遥本想斥责他不要随便这么唐突的下，但看着竹简，索性便决定先查看一番。随即，一个朱雀古国的地名和一株不死药便映入了眼中。令逍遥惊喜的是，在答应了君玲珑的请求后，没想到还意外激活了系统签到朱雀古国皇宫的任务。 十八岁国王身患重病，命在旦夕，唯有求得不死药才能摆脱死亡，重获新生。而看着皇女为此整日烦忧，国王本想放弃生命，让皇女解脱，不料就在今天，不死药终于有了眉目。 这时，在听完侍女通报，青龙古国的皇子殿下正在偏殿等候，气得朱雀国王气血瞬间上涌，差点没嘎过去。见状，皇女拜玉儿紧忙安抚父王：“切勿动怒，表示自己有办法应付他，您就放心吧。”不久后，画面来到大殿中，看着正对自己恭敬行礼的拜玉儿，青龙古国大皇子萧晨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你我之间又何须这般客气？几日不见，你又憔悴了不少啊！”说完，还不忘将此行的目的表明。 让他尽管放心，等到两人大婚之日，青龙古国定会奉上不死药作为聘礼。话音刚落，舅父心切的拜玉儿也只能假装微笑回礼，内心只希望他到时候别反悔就行。直到送别萧晨后，拜玉儿的贴身侍女也是没忍住开始吐槽：陛下分明是和青龙国王一起探寻秘境中的毒，他们却以此要挟殿下联姻，还真是不要脸。听到这里，拜玉儿怕隔墙有耳，紧忙让阿朱闭上了嘴。 但同时，他也明白，如果联姻成功，朱雀古国就会彻底陷入被动，祖上传下来的这份基业也迟早会被青龙古国吞掉。而就在他为此惆怅不已时，一道通报声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报告殿下，君家，君家终于回信了。见状，拜玉儿紧忙打开了玉简，上面君玲珑的字迹让他瞬间大喜过望。太好了，父王有救了！ 画面来到君家天地宫内，此刻君逍遥正盯着面前发呆，选择困难正在他身上被展现的淋漓之至，惹得老婆婆忍不住对君玲珑开始吐槽：“小姐，小神子这是在做什么呀？以神子的身份，理应乘坐九龙玉女，怎么在这些异兽里挑选？”这时，只见君逍遥突然来到君玲珑身边，询问他：“那个叫拜玉儿的说求得不死要愿意以国相报，是指臣服于我，成为我个人的附属势力吗？” 话音刚落在君玲珑说了肯定得回复后，也解释了其实君家每一位序列身后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势力，就连第十序列君仗剑背后也有听命于他的古剑宗。朱雀古国近年来虽国力衰弱，但那皇女拜玉儿却身怀朱雀神火，也算是一代天骄。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咧嘴一笑，嘲讽君玲珑：“你不会只是在为你的小姐妹求情吧？”这时，一向面无表情的君玲珑竟直接换了副嘴脸，开始装可怜，表示：“玲珑岂敢？玲珑对神子绝对一心一意，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坑骗神子的不死药？行了，你别演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不过我确实也不想把什么鼠雀之辈都收入麾下。朱雀古国配不配这株不死药，还需要亲眼验证一下。而听着君逍遥那异于常人的想法，君玲珑正感慨着自己当初冒险认主简直太伟大了，却突然又被君逍遥的奇葩行为弄得一阵无语。只见君逍遥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竟然选择了一只羊驼为坐骑，非要骑着它去朱雀啊呸！咋的？我不配吗？背弃族人，勾结外族，为祸君家，按照族规理应将四肢钉在木桩上，用阳光暴晒，直至干枯死亡。 可处置者君逍遥却大手一挥，扬言自己未来可是天下的大帝，让君玲珑拿出纸笔记下出山前来自君天帝语录的第一条，那便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也。不久后，在君家地牢中，听着牢门开启声，蓝青雅显然早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表示自己只有一个请求，给我个痛快吧。然而君玲珑却根本没理他的话，只是宣告着神子对他下达的处罚：蓝青雅，你勾结外族为祸君家，神子罚你长跪在天地宫外一年思过，一年后恩怨自清，你将被逐出君家。若你仍旧心怀怨恨，可以随时向神子发起挑。 但若你仍不思悔改，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君家，那么神子将会踏平你所勾结的任何势力，然后亲手杀了你。与此同时，听闻此事后，爷爷正为君逍遥的心软担忧，但族中长老却发表了不同意见。与其说是心软，不如说在这天下皆行霸道的时代，他却想走那让万民臣服的王道。但这世上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万民皆服呢？画面来到几日后的朱雀古国皇宫内，看着挚友君玲珑竟真的如约而至，喜出望外的玉儿殿下激动的连连表示，果然到最后还是要靠姐妹，男人根本一个都靠不住。 可话音刚落，君玲珑便一盆冷水浇在了他头上，表示麒麟不死药有是有，但却不在他手上。我的主君说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值不值得，他拿出不死药，所以才没有一起过来。这时听到君玲珑的描述，让玉儿殿下忍不住发出感慨：天哪，你的主君能让你这般天骄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妖孽？此话一出，想起神子平时的样子，顿时惹得君玲珑苦笑一声，表示这个只能等见面你就知道了。 此时，在皇城内的一个酒楼中，看着酒水已经全部上齐，君逍遥忍不住发出一阵感叹：“这酒是好酒，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吵闹的家伙，那就更好了。我要的是你们这里最好的酒菜，你就拿这些垃圾打发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吗？”便因为喝水塞了牙，一怒之下就想要了店小二的命。 看着因疼痛流泪却一声不吭的店小二，令男人更加心生怨恨，发出邪魅一笑，就要捏断脖子时，却被一人突然拦下了动作。怎么，朱雀使也想来扫兄弟们的兴？不，我只是觉得青龙使不必为了这种不入流的小厮动怒。如果这家酒楼不行，我给您换一家更好的就是了。这时，只见青龙使就像扔垃圾一样把店小二甩在了地上，表示这一次就看在朱雀使的面子上饶你一次。说完，便潇洒转身离开了酒楼。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已被君逍遥尽收眼底。 可令他意外的是，朱雀使竟然亲切地握住了店小二的手，交给了他数枚钱币的同时。 还安慰他：“这些钱你先拿着，再忍忍，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奇怪的一幕顿时惹得君逍遥好奇心飞起，随即紧忙抓住了另外一名店小二上菜的间隙，询问刚刚那些人是什么人，在朱雀皇都都这么嚣张，你们国主不管吗？随后听着店小二的叙述，方才得知，原来朱雀国主前些年和青龙国主携手探寻秘境，结果不幸被蛇魔所伤，身中剧毒，下不来床，唯有麒麟不死药方可医治。恰巧青龙国主手中有一株不死药，但条件就是要和朱雀皇女联姻，而刚刚那些人正是前来联姻的青龙古国大皇子手下的人。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笑了笑，表示那不死千金难求。你们真的认为青龙古国会舍得吗？然而店小二却没想关心这些，此刻他只知道皇女都在忍受屈辱，他们自然也义不容辞。而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店小二显然已经明白了，他就是个外地人，紧忙表示朱雀皇女在他们眼里就是信仰的存在，因为皇女身怀朱雀神火，神火不灭，朱雀不亡，所以皇女殿下就是我们朱雀国子民信仰的象征。听到这里，君逍遥大致已经了解了目前朱雀古国的情况，随即不久后，他便来到了皇女寝宫处。这时，在两名守卫。 模样发现他的一刹那，刚准备动手，发出雷霆一吼，不曾想君逍遥只是微微一笑，下一秒其身体就已经越过了二人数十米远。见此情形，两人也明白此等高手不是他们能对付，随即紧忙大声呼叫了禁卫军前来帮忙。来者何人？报上姓名。 黄州君家，君逍遥。话音刚落，只见先前那两人直接懵逼了，但还是抵制住了恐惧，表示即使你是君家贵人，也不能擅闯皇女寝宫了。这不屈不挠的精神，顿时让君逍遥对于朱雀国的评价又增添了几分。这时，伴着朱雀皇女急匆匆的赶来，下一秒，一张惊恐的脸便映入了众人的眼帘。完蛋了！察觉到气息就立刻赶了过来，结果还是没赶上。贵为一代皇族圣女，受万人敬仰，却在土民面前像一个素未蒙面的陌生人当众下跪。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才让男人给了他一盏茶的功夫陈述。就在刚刚，朱雀国玉儿殿下想着闺蜜君玲珑的介绍，我家公子虽然年少，但性格怪癖，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而高看我。若开口，只会徒增他的反感。因此，想要从他手里得到不死药，只能靠你自己争取。然而，如今的情况却让玉儿殿下冷汗直流，因为君逍遥不请自来的缘故。 当他得到消息前来迎接，皇宫侍卫已经把君逍遥团团围住，吓得玉儿殿下紧忙拱起手，以千金之躯当众向着君逍遥赔罪。可君逍遥却毫不领情，表示想必你就是朱雀古活的皇女吧？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何而来，可你却没有提前通知手下，看样子是并不欢迎我的到来啊！说完，君逍遥就要转身离开，不料玉儿殿下竟直接跪了下来：“公子留步，冒犯之处请公子赐罚，只求公子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话音刚来，只见君逍遥回头的同时，手掌灵光闪烁间，竟直接隔空射物，把玉儿扶了起来。一个只想君玲珑便出现在了身旁，坐在椅子上，这才把话放下。你一个皇女当众下跪，成何体统？既然如此，我便给你一个机会，一盏茶的功夫，看你如何说服我这时，只见玉儿先是咽了口唾沫。 随后快速整理语言，表示火州域广三千里，地大物博，幅员辽阔,阔，皆为朱雀古国疆土。公子若愿赐不死药一株，救国主性命，这亿万子民，包括皇族在内，愿为您鞍前马后，万死不辞。然而这一席话换来的却是君逍遥的轻蔑一笑。我君家所住的黄州，光是土地就比这里大百倍，更何况黄州旁边的道州也在君家的掌控之中，何须你这一个小小火州为我所？听到这里，玉儿下意识的捏了下手 表示如果公子愿赐不死药，自己可以奉公子为主，一生为奴为婢。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众人一阵反对。可君逍遥却笑出了声。看到我身后的小林子没？此人纵横江湖二十三年，端茶倒水、洗衣碟被、杀人放火、谋财害命，样样精通。他就是我的侍女，你认为你能取代他吗？你们这些小姑娘，不要以为出卖自己的身体就能获得利益。给你指条明路吧。这个国家的子民似乎都很尊敬你这位皇女，但我不确定你是否值得他们尊敬。如果朱雀皇族是一个连子民都保护不了的废物，我又凭什么将珍贵的不死药浪费？ 在你们身上。三天后我会离开这个国家，到那时如果还不能让我改变主意，那就说明不死药和你们无缘。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原地。路上看着一言不发的君玲珑，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随即便率先打破僵局，询问他是否是在怪自己为难他的小姐妹。玲珑岂敢违背您的意思？只不过玲珑记得自己好像没有杀人放火，更没有过谋财害命吧？被书迷们称作君腰子，可实际上却不近女色，是个不折不扣的钢铁直男。 魂穿到这个世界自带神级系统，堪称同龄人无敌的存在，甚至可以越级挑战修仙大佬，以至于来到朱雀古国签到成功，系统奖励了古代圣兵凤鸣岐山，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用金手指通关游戏多没意思。所以我不仅要学会弹琴，还要学跳舞，有机会的话还想当铁匠和木匠，然后想办法搞出来计算机，开发电子游戏。此话一出，顿时又惹得君玲珑一脑袋问号，而看着懵逼的君玲珑，君逍遥也没有在意他，只是笑着表示。 话说你那个闺蜜到底会用什么办法让我改变主意？我很期待。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是，她的性格远比她现在表现出来的要更加张扬。话音刚落，只见一位婆婆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来人正是照顾君玲珑起居的花婆婆。小姐，就在刚刚，你的那位朋友带着休书去找青龙古国的大皇子。我靠，这是什么剧情展开啊？走走走，快一起去看看戏。时间线回到几个小时前，此刻玉儿殿下正握着病危国王的手，表达着决心。我不知道那样做对不对，贸然行动的话，很可能会给朱雀古国带来亡国之危。然而听着女儿的话。 老国王却没在意那么多，还特意为他打了一剂强心针。若你真的想做，那就去做吧为复兴，为父信只要神火不灭，朱雀就不会亡。而在两人谈完话后，玉儿很快便只身来到了青龙古国使者住所。此刻，青龙古国大皇子正一脸阴霾的听着玉儿说话。休书，我已带来，即日起，朱雀古国和青龙古国解除联姻，还请殿下即刻返程，恕不远送。你是在羞辱我吗？ 这时听着大皇子愤怒的话，玉儿直接来了个反将军，表示事实好像是你一直在羞辱我，甚至羞辱整个朱雀古国吧。表面上说的很好，要以不死药为聘礼和我成亲，婚期却定在了三年后。可我父王还能撑到那天吗？你手下天天折辱我朱雀子民，你有管过吗？如果你只是想试探我的底线，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就是我的底线。这时被休书砸脸的大皇子竟不怒反笑，挺硬气啊，有了后台就是不一样了呀。听说日前有位白衣公子闯入了你的寝宫，而后又大摇大摆的从正门离开，应该是你的小情人吧。 如此的你，不过是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玩物而已。用身体交换不死药，自甘下贱，确实没资格入我们青龙古国的国门。这时，就在两人对峙间，隐身在暗处的君逍遥听着二人对话，差点笑出了声。随即，果然在他期待目光下，玉儿殿下便开始了反击。原来我只是觉得你有点斯文败类，现在却发自内心的感觉你很可怜。一个只能靠臆想和侮辱来挽回自己可怜的自尊，作为一个男人，不是应该很可悲吗？话音刚落，只见气急败坏的大皇子向后蓄力剑，下一秒直接大手一挥，对着玉儿殿下的胸口就是一掌。 强大的力道足足让玉儿向后飞行了数米，这才停了下来。而当大皇子看到玉儿选择不反抗，内心便已经开始后悔。紧接着，伴随君逍遥看戏的目光下，只见一道露出邪笑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是朱雀国最受尊敬的圣女公主殿下。 却卸下所有防备，正面承受了男人的全力一击。可那明显承受后会让自己内脏粉碎的力量，却被女孩周身散发出的火焰全部吸收。我受你这一掌两国的情分，就此结清。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请你离开。大皇子殿下，话音刚落，愤怒的大皇子大吼出拜玉儿名字的同时，手中灵力闪烁，便对着拜玉儿再次打去。当玉儿做出防御姿态，正准备迎接攻击时，伴着一道爆炸声传出，烟雾散去，令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只见大皇子的攻击竟然被单手挡住。我喜欢你的回答，你说服我了。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玉儿殿下兴奋不已。然而大皇子却一脸问号，只是询问着你是谁。我就是你口中玉儿的小情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他喵的，你们这对狗男女！苍龙破天拳！ 不好意思，我现在看到龙族就有点心烦。这时，随着君逍遥一记节龙手正面击中了大皇子，痛苦的嚎叫声瞬间传遍了整座后宫。大家都没想到堂堂青龙古国大皇子竟会被一招秒杀，毫无还手之力。震惊之余，拜月儿急忙把头转向身旁，询问君玲龙公子现在是什么修为。萧晨也算是四象古国名声显赫的天骄，竟如此轻易被击败。公子目前是神桥境后期，是超出你们俩整整两个大境界。而且公子今年只有十岁，虽然他看上去挺大只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萧晨将外套抛向空中的同时，周身雷光不断闪烁，气息竟在短短几秒间开始暴增，龙气加深。看来你有点机缘在身了、啊。而听着君逍遥戏谑的言语，让萧晨更加怒上加怒，挥出绝学青龙天作印，就要君逍遥给他跪下，凭你也配让我跪下？说完，手掌瞬间金光汇聚，下一秒，在真龙困天术被喊出来的同时，便看到了金龙一扑拉完爆了萧晨的攻击，并直接对着他本体袭来，随即根本由不得萧晨做出任何反应。 金龙攻击便以迅雷之势正面轰中，一深坑铸就弱者，双目空洞丧失最终信念，击败他的金龙在脑海中一闪。 男人这才后知后觉，面前之人是他一辈子都不可逾越的鸿沟。可看着君逍遥蔑视的眼神，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最后的执念被彻底激发。然而君逍遥看到萧晨还想殊死一搏，眼神微眯，皱了皱眉间，下一秒手掌向下挥舞的一刹那，无数道剑雨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到了萧晨身前，手指微屈就要将其当场射杀，却被玉儿殿下大叫阻止了攻击。这一幕不仅惹得君逍遥极为不爽，就连萧晨也感到不可思议，纳闷拜玉儿难道是要救他？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他要是死在朱雀皇宫，可能。 会有点麻烦，能扔出去再打吗？话音刚落，在萧晨的怒骂声传出的同时，却逗得君逍遥笑出了声。随即，只见君逍遥手掌内灵光突然闪烁，紧接着萧晨便被禁锢提到了半空中。反观萧晨，即使认出了此招乃是隔空射物，但他却还是无能为力，只能沦为鱼肉。这时，只见君逍遥手掌突然紧握，向后扯力的瞬间，一道青色龙魂便被他从萧晨体内拽了出来。这就是你引以你为傲的龙气，黄州君家君逍遥，记住这个名字，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复仇。 说完，拳风便向着远处大力挥舞，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就这样像被扔垃圾一样甩飞了出去。见此情形，皇女拜玉儿脸都要绿了。直到听说了萧晨没被弄死，只是被废了经脉，沦为废人，这才松了口气。说完，君逍遥便把龙魂再次提取而出，突然将其推入进了拜玉儿身体中。青龙行木，你行火，以木生火，这龙气能助你突破真灵境，你收下吧。听到这里，拜玉儿本想磕头道谢，不料却被君逍遥阻止，表示先别急着谢我，带我去见你父亲之后再谢也不迟。 说完，便在拜月儿欣喜雀跃的引领下，向着皇宫内院走去。号称国服第一神医，如今却眉头紧锁。 给国王下达了死亡诏书。原来国主身患不治之症，即便是华佗在世，也必将回天乏术。这时，伴着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皇女拜玉儿竟真的将国王唯一生的希望带了过来。国主拖着油尽灯枯的身躯，起身咳嗽几下后，这才看清了玉儿殿下身后那道身影的模样。听着玉儿的介绍，来人正是君家的神子君逍遥。而国主怎么也没想到，来救他的会是前段时间硬抗幽龙至尊的君家零号序列，所以他根本不敢有任何怠慢，拖着病体就要向君逍遥请安行。 不料却被君逍遥婉言回绝。国主不必如此，省去那些繁文缛节。贵国皇女通过了我的考验，所以我会信守承诺，赠予阁下一株不死药。这时看着在整个荒古仙域都找不出几株的麒麟不死药，君逍遥一出手便是四株，直接让国主再次刷新了自己对荒古世家的底蕴认知。但君逍遥却把丑话说在了前头，表示如果国主接受了不死药，那么从此以后朱雀古国便将臣服于我君逍遥，成为我个人的附属。听到这里，国主明显对君逍遥说的话震惊了一下，随即脑海中快速旋转。 最后目光看到了皇女拜玉儿点头的举动后，便毫不犹豫的双膝跪地，向着君逍遥行跪拜大礼。至此，在神子君逍遥走出宗门后，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附属国就这样宣布归位了。寒风刺骨，凄凉惨淡。画面的另一端，刚被君逍遥击败的青龙古国大皇子，走在大街上，正接受着百姓们嘲讽和谩骂，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以至于走到了荒郊野外，他终于没能控制住内心的冲动，对着面前的大树开始无差别打击，肆意的宣泄着情绪，直到大树被轰得倒在了地上。羞愤的哭声刚要传出，这时脑海中一道声音突然出现：“我青龙古国的后人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吗？”这时，就在萧晨四处张望寻找声音来源时，位于脖子上的项链突然发出耀眼光芒，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息便席卷了大地。待到气息散去，一道长有龙角的巍峨身影便映入了眼帘。怎么，后人已经将老夫遗忘了呢？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 竟被一个老头当街训斥。然而当他看清来人长相后，却不怒反笑。原来项链中出现的人正是家里庭院中央摆放的雕像本尊——青龙古国的开国老祖青龙上人。认出祖先后，萧晨紧忙附身行礼，随即听着老祖对他刚刚举动的不满话语，一时间头血上涌的他竟口出狂言，反过来质问老祖：“您可是半只脚踏入至尊的强者，看到君逍遥如此放肆，您为何不出手将其当场镇杀呢？”听到这里，青龙老祖虽然内心不满，但还是对着面前这位家族未来继承者耐心解释起来。 先不说老夫如今的实力已经不足巅峰期的十分之一，光是那君逍遥君家神子零号序列的身份就不是我们青龙古国可以招惹。就在不久前，君家老祖刚出手斩杀了和我同境界的幽龙至尊。君家代代都出疯子，若是听了你的话对他出手，不出半日，青龙古国就会被君家夷为平地。这时看着一脸颓废的萧沉，老祖微微一笑，称赞萧沉乃是青龙古国的气运之子，老夫自然不会袖手旁观。青天化龙，不破不立，老夫今日便把青龙化天诀传授给你，只要将其修炼大成。 君逍遥，今日给你的羞辱，你一定可以百倍奉还。数月后，画面来到朱雀皇宫内院，看着面前正盘坐修炼的君逍遥，盖玉儿忍不住发出惊叹，感慨神子短短数月境界就已经来到了神桥境大圆满，这修炼速度还真是让人叹息嫉妒。然而君玲珑却没这么想，可能只有他才知道，这种修炼速度对于君逍遥已经算是慢的。 恐怕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陆仙剑诀上。不久后，伴着君逍遥双眼微睁，君玲珑便开始步入正题。刚刚收到君家传信，是仗剑公子寄来的消息。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的脑海中先是一堆问号缓慢掠过，紧接着一个长有浓黑眉毛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脑海中。而看着君逍遥点了下头，君玲珑这才敢将密令打开查看。神子静起，南元道州异象显露，有至尊气息弥漫，若无意外，当为元天至尊秘藏出世。特此告知，仗剑敬上。 听着信中那过分尊敬的语气，让君逍遥不禁感到一阵困惑。直到听了君玲珑的解释，可能是因为蓝清雅的事，君仗剑才领了君逍遥一份人情，这才恍然大悟。那么既然这样，族兄的好意我便收下了。说完，又把目光看向拜玉儿，询问其父亲状况。回公子，父王吃了不死药后，身体已无大碍，现在正借助着不死药的药效，尝试突破圣境。听到这里，君逍遥也没强迫拜玉儿一起跟随他去南元岛州，只是嘱咐了玉儿，他走以后若有事，随时传信给玲珑。我君逍遥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欺负的。 这是三千道州昆州，又被称为地狱贫瘠，流寇横行，妖兽掠天的一气之地。少年初登这片荒芜之地，漫天飞兽吹响的衣角，目光扫视的一瞬间，突然开始聚焦，手臂向后蓄力间，一股蓝色能量自手掌处快速汇聚。下一秒，青天司龙手五个字便被萧晨喊出。待到落地之时，妖兽已被一分为二，生机全无。不错，能在短短数月就将青天化龙诀修炼到第四重，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神桥境中期，不愧是我青龙古国的国运之子。 听到夸赞，萧晨本想表达谦逊拜谢老祖馈赠，不料却被一阵马蹄声突然打断。嘿嘿，美人往哪跑？在昆州范围内，还没有人能摆脱我们魔狼道的追击。此刻不远处，萧晨已然也听到了盗贼的自报名号，并且经过老祖判断，他们的头领实力已经达到了归一境，而这一境界正是突破神桥境后的下一个大境界。不明白此人已有如此实力，为何作 让萧晨对着头领露出了鄙视的神情，但在场的所有人可能都想不到，劫匪此刻追逐的美人，如果不是无法动用修为，他们的人头或许早已分家。美人，你还是老实跟我回家吧。话音刚落，一道身影从天而降，笔直的落在了头领的正前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然而，当萧晨露出那副乳臭未干的面容之后，这才惹得劫匪们开始哈哈大笑。哪里来的毛头小子，敢管我们魔狼帮的事？识相的赶紧滚，否则……然而，还没等头领的话说完。 萧晨的拳头已然来到了他面前，根本没看清萧晨是什么时候动手，那头领便被一拳轰飞，倒在地上不知死活。见状，剩下的匪徒本想群起而攻之，而随着青天化龙诀的再次施展，仅仅是一个照面，周身五米开外便已失衡，便也气息全无。一套动作下来，萧晨这才注意到了身后之人，可他也没想到自己随手打抱不平救的薄纱之后藏着的竟是一张世间罕见的绝世容颜。英雄救美，本想一走了之，却被藏在身体中的老祖一语惊醒，听说了此女竟然可以瞒得过至尊强者的探查。 身上必有重宝护体，身份肯定尊贵，因此萧晨便立刻修正了态度，并邀请女孩剩下的路一起同行，以保护她的安全。因为萧晨刚刚才继承了老祖的绝世神通，一路上遇到妖兽根本用不上女孩动手，这也让女孩慢慢接受了这个意外遇到的朋友。夜晚十分寂静无声，只有一丝丝火焰燃烧的声响围绕在两人身边。伴随着萧晨把刚烤好的鸡腿递给了女孩，头纱摘下，当女孩露出真容的一瞬间，那一抹火光映衬着的绝世容颜，不禁让萧晨脸色骤然变红。 这尴尬一幕也惹得女孩捂嘴偷笑，等萧晨反应过来，才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表示自己只是想起了那副新的未婚妻，没有别的意思，请谅解。而随着两人敞开心扉聊了几个时辰之后，只见女孩突然愤怒起身，那架势就是要替萧晨去找他口中所谓的世家公子报仇。随即听着萧晨的委婉拒绝，更是怒火中烧。下一秒，一道令萧晨欢喜的话便传进了耳中：萧晨，你记住，不管那世家子弟是谁，我都无选。如果让我知道那家伙还敢继续仗势欺人，我武明月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悔。 听到这里，萧晨表面上还在劝武明月消消气，实则内心早就乐开了花，暗自窃喜，这下有了盘武神朝的长公主相助，君逍遥，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另外一边，只见君逍遥一个喷嚏突然打了出来，他喵的是谁在暗地里骂我，真是服了。这时，伴着君玲珑的小口微开，可看九龙玉辇飞车之外，一座庞大宏伟的岛屿便映入了眼帘，四只神鹿齐鸣，狂风骤起。 君家的先前部队已经做好了迎接准备，脚步轻抬，君逍遥缓慢走下了轿子。君家子弟拜见神子。这时，君逍遥显然也认出了为首之人，就是和他曾有些过节的君家第十序列君仗剑。但他却像似不记得两人的恩怨一样，让几人不必多礼，都是君家子弟，不要太过生分。见此情形，君仗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趁着热乎劲，急忙开始了介绍，此人乃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话音刚落，听着老道的恭维之词，君逍遥也明白了此人的身份，定然是在道极天宗宗主之上。随即也不敢怠慢，连忙回了礼。老道早已为神子安排。 还好的，住所这边请吧。他颜值不仅让六十岁大叔都嫉妒，恨自己不是女儿身，否则定要给他生猴子。还让一群美女为他心脏骤停，心生爱意，逃课也要看他一眼。 他就是被地球人称为“君妖子”的君家神子君逍遥，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理会身后那些声音。从君仗剑的口中得知，这次君家前来探查天元至尊秘藏的，还有君万杰，而那被称为君家第五序列、拥有雷杰战体的族兄，也正是对君逍遥零号序列身份最反对的人。与此同时，在道极天宗的一间客房内，君万杰正盘膝打坐，运行功法。只见其周身雷光闪烁，却伤不了他分毫。就在雷影即将炸裂的一瞬间，双眼突然睁开。 原来是君万杰的追随者黑土前来汇报情报，而听说了君逍遥也来到了道济天宗，君万杰忍不住开始吐槽起了君杖剑舔狗恶心。 见状，黑土连忙附和着，表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怎能和大人名相比没有谁生来便理应高高在上。看着吧，我会向君家证明一切的。另外一边，位于洪州的祖龙朝内，只见一道娇小身影正向着一处悬崖边走去。在来到边缘的一刹那，一道庞大巍峨的龙影便突然自水中迸发而出。然而小女孩见到青龙，不仅没害怕，反而异常欣喜。原来小女孩正是苍龙古皇之后龙女龙碧池，面前的青龙就是她的老祖。此次将龙碧池叫来的目的，就是要她前去天元至尊秘藏夺回族内丢失的远古龙骨，并且还。 特意嘱咐了一定要注意君逍遥，然而龙碧池听到这里却丝毫没把君逍遥放在眼里，惹得老祖不免发出一声叹息，刚要出言训斥，可龙碧池根本没给老祖机会，行礼告别后便转身离开了原地。画面转到另一边，同样因为老祖的灵魂附身存在，青龙古国大皇子萧晨也得知了天元至尊秘藏的消息，夺取远古龙骨自然也成了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随即他便没有犹豫，在和明月公主告别之后。 便径直地朝着道极天宗飞去。就在骑上飞鸟的一刻，又突然回头叫住了明月。终有一日，我会亲自去盘武神朝娶你。我萧晨说话算数，绝不食言。说完，便潇洒转身，向着远处疾驰而去。可武明月听完后，面色微红间，又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这小子胡说什么呢？我们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嗯”他一天到现在已经打了五百个哈欠。嗯嗯 等待秘境开启，让他不敢入睡，连茶叶都要喝光了。百无聊赖之际，幸得侍女提醒，才茅塞顿开。公子不是要学琴吗？正巧此次雪皇大人也在，不如向他讨教一下。听到这里，君逍遥紧忙将目光转向了族妹君雪皇身上。见状，雪皇也表达了自己的确精通些琴艺，但相比于仙武琴宗的娇女们，还是不值得一提。话音刚落，没想到那平时高高在上的君家神子，竟直接来到了雪皇身边，露出一副讨好逆人的神情来，以至于让众人都忍不住开始幻想：难道神子平时是个逗逼，只有战斗的时候才会正经起来？ 然而君玲珑却早就对此习以为常，当下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了桌子上即将被喝光的茶水上。不久后，画面来到街上一家茶馆内，面对着店家对客户异常热情的销售态度，在即将把他家的茶叶夸上天时，君玲珑直接拿出了一沓子钱，让他赶紧闭上了嘴。可就在这时，茶叶竟被一只大手突然按了下来。抱歉，这万年份的清心灵茶我要。了。 说完，那人本以为君玲珑会因此恼火，甚至忍不住对他出手，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一张极其平淡的脸。老板，能告诉我还有哪里卖这种万年灵茶吗？这条街的灵茶我全都要了。听到这里，君玲珑是真的忍不住，直接对着来人鞠了一躬，那架势就像参加葬礼一般，因为他已经从来人身上看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故人影子。如此挑衅君家贵女，你是不想活了吗？话音刚落，只见来人目光转移间，下一秒直接闪现跃到了五米开外，但军仗剑也没去追他，只是提醒君玲珑此人乃是君万杰的追随者黑土。 是故意针对你的女，难道看不出来吗？此时黑土显然也认出了来人乃是君家第十序列君仗剑，随即便忍不住开始嘲讽。听说你因为那个女人被君逍遥揍了一顿，如今沦为了他的舔狗，看这样应该是真的了，哈哈。说完，反观君仗剑只是轻轻的叹了口气，脚步轻移间，还没等黑土做出防御姿势，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锋利的剑刃落在脖子上，让黑土明白了自己和君家第十序列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而就在君帐剑即将挥舞宝剑时，一股无形威压突然将他全部笼罩，使其动弹不得。你好歹也是君家第十序列，如今却像条狗一样对君玲珑摇尾巴，如此自甘堕落，不如趁早卸下序列身份，你看如何？听着君万杰挑衅的话，让君帐剑忍不住对着天空咆哮：“你到底想做什么？”话音刚落，只见君万杰突然露出邪魅一笑，紧接着右手抬起间数道雷影形成的一刹那，一道话语也传进了君帐剑的耳中：“做什么？” 稍微教训一下不成器的族弟罢了，这里有够吗？雷万福克制就雷霆之怒，剑斩惊雷，躲过致命一击，感受着体内残余的雷霆之力，让军杖剑内心震撼。仅是一招雷公秘法，威力竟如此恐怖如斯。但同为军家序列，军杖剑还是顶着压力，看向上方呵斥军万杰：“你想同室操戈吗？”然而换来的却是一句警告。 回去告诉君逍遥，让他以后做事低调点。话音刚落，就连君万杰手下黑土也过来凑起了热闹，告诉你们家神子，我家大人才是君家新一代的顶梁柱。说完，两人便消失在了原地。见状，君仗剑这才松了口气，听着君玲珑的询问，回头看向君玲珑时，刹那间自己的心仿佛都要碎。了。我挨揍的时候，这女人居然还在给神子买茶。可想归想，他还是把剑收回了鞘，表示自己没什么事，只是身体还有点麻了。而听着君玲珑问自己要不要将此事告诉神子时， 想到君逍遥断不会善罢甘休，君帐剑还是建议两人不要声张，密藏开启在即，还是不要内斗的好。不久后，就在两人回到住所前，屋内突然传出异响，极其难听的声音让两人在原地驻足了许久，直到君帐剑忍不住问君玲珑：“可知这是何因？君玲珑猜测可能是神子在练琴。打开房门后，证明了果然还是玲珑了解君逍遥。而见到两人回来，君逍遥本想炫耀自己的情谊已经初见成效，下一秒眼神微凝间，还没等两人做出解释，来到君帐剑身前，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臂：“你和谁打架了？” 君逍遥问出此话，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以他的实力，见到君仗剑回来时，便看出了他体内的雷霆之力已经渗透进了经脉，如果不立刻处理，定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内伤。随即，君逍遥也没犹豫，只是让君仗剑把牙关咬紧，紧接着一股磅礴之力瞬间涌入到了体内，伴随着残余的雷霆之力被慢慢驱逐，君仗剑这才明白，如果不是神子，自己可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不久后，随着君逍遥用灵气将君仗剑的经脉全部疏通，还莫等君仗剑磕头致谢，便再次传来了君逍遥的问话。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好了再回答。是谁伤了你？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君万杰的住所内，此刻小弟黑土还在捧臭脚表露忠心。可就在君万杰自认君逍遥要是稍微有点脑就会选择在密藏开启之后找他时，伴随着一股恐怖威压突然降临，君万杰眉头紧蹙间，直接带着黑土冲破窗户，向着屋外逃去。只见屋外一道庞大的金色手掌已然到达了住所上空，下一秒直接以摧不拉朽之势将整座楼宇全部碾碎。我这人啊，从来不记隔夜仇，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都会当场打回去哦。 I T 手下仆人讨要说，说却被对方用稍作惩戒为由，而且还反过来嘲讽男孩没风度，不配神子之称。不曾想神子听了，仅是微微一笑，紧接着就在电光火石间，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君逍遥的手便已按在了君万杰的仆人黑土脸上，下一秒，顶级爆发，直接向着地面大力砸去，恐怖威压瞬间笼罩整片天地。而让君万杰更为震怒的，还是君逍遥接下来说出的话：“放心，我只是稍作惩戒，没杀他，想必以族兄的风度，肯定不会怪罪的事。” 话音刚落，只见君万杰周身已然雷光闪烁，下一秒直接使出绝学八荒惊雷掌，对着君逍遥正面轰去。却没想到君逍遥仅仅是将胳膊缓慢抬起，两人手掌接触的一刹那，一股摧枯拉朽之力瞬间传出，直接将君万杰正面轰飞了出去。这时身后黑土的咆哮声突然传出，黑雾弥漫间竟想用献祭的邪术对付君逍遥。然而事实就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随着君逍遥的眼神转移到黑土身上。 刹那间，一道金色能量链条直接贯穿了黑土的身体，随即在君逍遥喊出“地狱熔炉”四个字后，一股不可抗拒的吸扯力便瞬间将黑土吸进了猛气中。这下也将回过神来的君万杰彻底激怒。此刻雷电仿佛如他的兵器一般随意调动。我修至尊法身具雷杰战体，当替天行法，掌控万道雷杰，八雷禁绝，轰雷神。可即便面对如此雷霆一击，却只换来了君逍遥一句：“你也来。” 万道金剑汇聚，转眼间便形成了一道金色巨影。随着君逍遥默念出“真龙困天术”五个字后，大手一挥，双方攻击正面相撞。只见君万杰的瞳孔瞬间怒睁，自己引以为傲的绝世功法就这样被残忍碾压。承受攻击的君万杰倒向地面，生死不明。<laughs> 蝼蚁啊！是什么给你的自信来惹怒我？人刚刚经历一场旷世大战，战败的屈辱感让他隐恨羞怒，又是不可抵抗的一脚踢在了自己身上。 直到感受自己如同垃圾一般可以被人随意丢弃，这一刻才终于明白眼前之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而且他今年才只有十岁。战斗的声响很快便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意，有人甚至已经开始猜测是君家内斗搞出来的动静。见状，军仗剑紧忙向着神子传音，表示为了不让君家被嘲笑，还请速战速决，抓紧撤离。手掌微曲，轻轻探出，堂堂君家序列高手就这样被耻辱的拎起了脑袋。 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你我本是同族，理应同仇敌忾，共进退。奈何你小肚鸡肠，还愿意装逼。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臣服于我，做我的奴隶，或者死。你选吧。听到这里，君万杰本想起身保住自尊，不料君逍遥仅仅是将威压略微释一句跪下传出，无形中的气势便已冲破了君万杰内心的屏障。随着君逍遥三秒钟的考虑时间，命令下死。 无数道画面不自觉地开始在君万杰的脑海中闪，直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突然出现，一声“哥哥”让他直接控制住了内心的冲动。君万杰愿臣服公子，此生此世万死不辞。见此情形，君逍遥也没有任何废话。 手中灵光突然乍现，径直的朝着君万杰脑门按了上去。而伴随着奴印缓慢成型，也预示着现在只需要君逍遥一个念头就可以将其震杀。此刻的君万杰也终于放下了自尊，表示自己在下界还有个妹妹，当初他曾承诺妹妹一定会带他回到仙域。然而上界的九天仙域和下界的十方大陆之间的壁垒，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跨越的鸿沟。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君逍遥仅仅用了一个以后可以帮助他的承诺，竟把君万杰感动的痛哭流涕。黑狱君家内斗爆发，种种传言瞬间弥漫而开。 就连奴仆侍女都看不下去。然而君玲龙想说的却并不是君逍遥内斗的事，而是当着一样在之前曾被君逍遥收服的军仗剑面前，劝诫神子以后再遇到挑战的事不要再高举轻放。这个世界强者为尊，怜悯别人就是在给自己埋坑。无论是刚刚战败的君万杰，或者是之前的蓝清雅事件，都给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君家神子是个仁慈的人，即便招惹了也不会被杀，甚至运气好还可以获得庇佑。因此以后来找事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多。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收啊，那个黑小子不是被干掉了吗？ 听完君逍遥的回答，君玲珑还想出言劝解，突然又被神子一句“给你讲个故事吧”噎了回去。从前有个少年，自幼无父无母，被算命瞎子收养，孤苦无依。有一次，他曾因为救助溺水儿童，反被埋怨自己就是推人入水的凶手，还让人打了一顿。可就在男孩觉得委屈时，算命先生却又问他，如果再次遇到这样的事，还会伸出援手？得到的回答竟还是肯定的。如果那儿童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被撞死，或者再次溺水，自己肯定会拍手叫好。 但要是发生眼前，他还是不会袖手旁观，如此才会心安。在算命瞎子口中，能顺从自己内心的行动而自由活动，便被人们称为逍遥。终有一日，你会因此受到上天眷顾，从而站上世界巅峰。听到这里，当君玲珑询问你该不会说这个孩子是你爸时，君逍遥又用言语搪塞了过去，表示即便我杀了曾挑衅我的 在这大争之事也不会让那些天骄打气。我留他们一命，不是因为我仁慈，而是这样做令我很爽。我明逍遥若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还算什么逍遥？神子的一席话，顿时让君玲珑茅塞顿开。而就在主仆几人聊天时，位于不远处的高塔内，一名男子正眺望远方。君逍遥三个字缓慢的从口中流出。 天仙域三足鼎立，坐拥十大序列，代代人才辈出的君家，拥有先天道胎元灵道体的无数顶级天才江家，剑魔转世同辈无人出其左右的叶孤城叶家，此刻名冠天下的玉三家，却沦为了人们谈论的笑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才发生在南天城的君家内斗。而说起了玉三家，大家都不由得将目光锁定在了姬玄身上，表示姬家想当年也曾位列玉三家之一，对内斗之事该作何感想？换来的却是姬玄微微一笑，搪塞而开。 姬玄温文儒雅的性格让众人不免发出叹息。想当年您也是击败过君家序列的人，没想到如今不仅没有骄傲，反而更加谦逊，真不愧被称为圣灵书院的小圣人。 听完大家的追捧，姬玄表面上笑嘻嘻，实则内心早已把他们当成了蠢货。和君逍遥争锋，明显不是他的目的。此行进入天元秘藏内，如果能得到那样东西，他就能站上年轻一代的巅峰。到那时，还何须在意什么御三家了？与此同时，一道荒古气息从天而降，惹来大荒森林无数妖兽围观。就连御三家为首的各个势力长老也被惊动，来到现场。大家很快便看出了这次天元秘藏似乎有些不对劲，里面散发出的黑气和异域的黑暗物质竟大致相同。话音刚落，便惹来了青龙长老的嘲讽。 扬言你们君家要是怕了，可以当个缩头乌龟就好。你这青皮泥鳅是想步那黑皮泥鳅的后尘吗？君家长老的这句话显然已经触碰到了青龙长老的逆鳞，刚想动手，幸好江家长老出言阻止，这才就此作罢。表示现在的问题不是别的，是这次历练是否还要继续下去？当然要继续。如果遇到点困难就退缩，那以后地路开启，这些天骄就也不必参加了。而此时看着不远处那股阴暗宏伟的能量链条。 君逍遥几人已经坐不住了。这时，一道光柱突然自城中射向了空中，成型之后映入眼帘的竟是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正是君家的古圣兵官天镜，用来让君家长老们观看君家弟子在密藏内的表现。伴着关天镜出现，众位各方势力的长老投影也出现在了天空中，表示天元密藏已经开启，不朽道统封天锁地，老一辈修士不得入内。此次密藏凶险万分，实力弱者为保性命应识去离开。现在我宣布，天元密藏正式开启。话音刚落，伴着君逍遥一句出发。 麾下四大护卫应声而动，然后君逍遥的一句话更是振奋了大家的心。你们给我听好了，这次就让这荒天仙域的所有人来真正见识见识我们君家年轻一代的实力。至尊秘藏开启，无数强者蜂拥而上。仙域江家祭出法器灵船，展示大家族底蕴，领先姿态势不可挡。被撞飞的散修们只能选择从头抵抗，想要一起出手来击败江家灵船的攻势。这时，只见人群中一个白衣少年突然脱颖而出，飞掠江家灵船上空，这才停下了脚步。 精准落在了船的甲板上面，而随着君逍遥抬起头的一刹那，一道话语也同时传进了众人耳中。哟，这不是小姨吗？需要帮忙吗？目光所及之处，还没等江圣依做出答复，只见君逍遥已经回头看向了君玲珑。收到指令的玲珑也没有任何犹豫，跳下船之后，一路上披荆斩棘，将一众臭鱼烂虾全部击退碾压。见状，君逍遥这才满意的露出了笑容。 但江圣一的注意力却丝毫没放在君玲珑身上。君家第十序列君仗剑，第七序列君雪皇，第五序列君万劫。看到这里，让小姨江圣一也不免发出叹息。十岁宴上出席的三位序列竟都跟随在他身边，看来我这外甥已经大事出城了呀。话音刚落，只见前方战场突然一变，紧接着被轰飞的君玲珑便映入了众人眼中。直到玲珑稳住了身形，捂着右臂的伤口，这才发现刚刚对他发出攻击的竟然是鬼面人熊，而且看那架势，鬼面人熊已经进入了狂暴状态。 此刻的他修为已然堪比一个神桥境大后期的人类实力。这时，君玲珑也听到了后方君逍遥发出来“打不过我，随时来救你”的传音，让君玲珑面色一黑，直接拒绝了逍遥的好意，整顿衣衫起脸容，再次奔着鬼面人熊冲去。眼看着鬼熊举起烈掌，发出雷霆之怒，大力朝着前方拍去，只见君玲珑利用身法避其锋芒，来到了鬼熊身后。 手掌微曲，又骤然紧握，下一秒直接对着鬼面人熊就是一拳。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片天地，烟雾散去，只留下了鬼熊的尸体躺在地上。这雷霆一击不免惹得在场众人发出惊叹。听说此女仅仅是君家神子的侍女而已，这御三家之首的实力如此恐怖如斯吗？而话音之外，不乏有明眼人也看到了其他强者的身影，同样以一击之力击败了挡路妖兽，正是被称为姬家的小圣人姬雪。手指偏移，再转到另外一处战场，一个身穿斗笠遮盖面容之人。 也是稍一用力便击退了白发妖兽，但不同的是，大家都不认识发出攻击的人是谁，唯独君逍遥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微微一笑：“有熟人来了呀！天元至尊秘境，这下该热闹了。”